就算佢喺度，我都系咁讲噶。虽然佢封咗神啫，但我都系咁讲噶啦。因为点解咧？我发觉佢同徐先生，就算系讲啲前前后后，佢都系只手都好。因为做惯咗呢个，即系个读读笑，所以咧只手就好。咁你冇人对住个女仔话你爱佢，你就咁你觉得点样咧？有癫王之称的61岁蔡枫华，一连两场在荃湾举行《情深永记》演唱会，剧舞家麦超经典打扮亮相的佢，一出场就令到全场观众兴奋尖叫啊！仲有 fans 特登为佢举灯牌示意。蔡枫华一口气演唱了多首经典名曲，当中包括佢首《饮歌》《绝对空虚》。除了唱歌之外，蔡枫华全晚仲好吹得，劲多嘢讲啊！不过估唔到佢讲讲下，突然又语出惊人，公然狠批紫华神演技差，唔识做戏。佢仲即场模仿紫华神演戏，做出机械人咁嘅手势动作，仲话就算佢封咗神，我都系咁讲噶啦。唔知紫华神睇完之后又会有乜感想呢？